重量级剧集《演技大挑战》，新时代电视隆重登场。拉炳哥，亦正亦邪嘅警察卧底，是非黑白，捍卫公义，场面幕幕火爆，一个非一般嘅警察故事，《学警追击》。人生冇见到我十年啊！我柴九哥、四奶奶换一句：人生有几多个十年？荣升是帝时候，剧情道尽乱世中嘅人性斗争，巾帼枭雄。赢咗场比赛，输咗两个最好嘅。做惯大侠嘅秋官，武刀武剑，今次武起娇泥一样劲到十足。世纪桌球之战，佢一样冇太娇，不愧为桌球天王。从既然系冤案，本官就接二连三发生棘手疑案，听过演技精湛，演绎食人结，感觉有血有肉，历尽艰辛，替苦主洗雪冤情，盛世日结。阿妈，我讲大话。老婆大人儿，高官保持一贯嘅专业碌，一个大好家庭再加个可爱 B， 谁不知千依百顺嘅老公无端端搞婚外情，女强人如何面对突变呢？天豪啦，我要同你喺埋一齐，再从未了情啊！总之你信我。马国明演活咗现代嘅流民律师，今次翻去古代做师爷，鬼马出轨，就算喺两位红颜知己当中，幕后大老爷究竟点样抉择呢？剧集连环播，锁定新时代。